是丽佳。看到这款项链吗？上次我给大家介绍的周大福的 18K 玫瑰金白金的笑脸的项链，然后呢我今天穿的呢稍微有点正式一点，所以戴上去也是非常镇得住场面的，对不对？简简单单一条但是呢今天呢燕呢我给大家带来两款 24K 黄金全金真金的路路通的首饰。一款呢就是这个星星形状的路路通，那它呢我是把它穿到这个项链上了，就作为一个项链吊坠。然后呢我这还有一个手环，我刚开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这个名字倒是很吉祥如意，因为好像走哪条路都通，那总有一条路是走得通，很方便很实用，可以戴在吊坠上，戴在手镯上，还可以挂在车前面，还可以戴在包包上。那我最近呢又今天还可以给大家介绍呢几种，就是把它绑在这种这个手环上，或者是呢把它戴在丝巾上，这种长条形的丝巾上，大概像丝巾扣这样的也很有效果。那么就分别给大家走近了看一下，这个呢是一个福气小牛，你看它很可爱的样子，下面有一个福字，是祝福啊，幸福啊，福气啊，都有这个。这个手环呢，这个扣是镀金的，因为这只手环只卖19块钱，那它很非常贴心的是这两边有两个橡胶的环，然后可以把它这个夹在中间，把它就是不要让它来回的动，这样非常贴心的这样一个设计那我有一个朋友呢就是买来送给他儿子，因为儿子是属牛的，过生日送给他，小男孩他刚开始以为儿子会不高兴，但是儿子还戴着很开心的样子。这一只是1.38克，价格是$248。我从这一档拿下来这个黑色的穿进去，然后那既结实了，打一个结，就像它原来打的结一样。然后呢戴在手上也是很特别的一个装饰呢，而且不用担心会掉下来，让这只祝福的小牛祝我每天幸福有福运，这是我的护身符。另外我戴在项链上这个小星星的路路通呢，上面也是一个小牛的，那小牛捧着心，小星星本身呢有星星点点的那种磨砂的效果有一点 luxury 的感觉，那背后呢还有这个 lucky 的这个字母，它是在这个星星的形状里头，我总觉得星星总有许愿的意思，而且呢它手里拿捧着一个 heart， 那就是有爱心的象征，所以说呢送给亲友或者是送给朋友1.46克$267。忙了半天希望能给大家起到这个就是抛砖引玉的作用，然后终于把这个丝巾戴上，其实这个小小这一点还是蛮特别的，然后那么就是你要是有一条比较薄的又比较小的丝巾可以在这儿一系，就效果会特别好，我下次找到小丝巾再给大家演示一遍，那很抱歉我这条丝巾太长了，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展开想象呢，然后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路路通呢穿出自己的特别的样式来。小小的一颗星星感觉也是很奇妙是天边的一颗许愿星的感觉，是不是也很漂亮？谁说黄金比较土呢？我们这样戴起来不是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吗？不戴黄金才土呢。再看一下这个手环，好，这个项链，那么考虑一下，买的是一件漂亮的装饰，买的还是钱，不会有损失的，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在下期丽佳开始给大家推荐一些北美的我发现的一些小众的品牌，它的家居，它的很多方面东西希望大家能关注我，然后呢跟我交流，这样可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东西。